动脑。哎，他们的星期一不不录，24人过关各赢6250元。天天动脑 A 15万奖金等你 A 玩游戏，请上台湾苹果日报 A 苹果日报最新直播节目动脑 A 重金开播，注册为台湾苹果日报 App 会员，每周一至周五国定假日除外晚间九点手机直播，看影片答五个题目，前三题答案在影片中，后两题与影片主题相关，直播还有名人主考官出题。动脑 A 的考题包罗万象，从外太空考到内子宫。今晚的主考官是台北市美女议员高嘉瑜，她佛心大发，提早泄露今天的出题方向是经济题，有空做功课的赶快做功课，还顺便把你身边对经济政策有兴趣、有研究、有了解的朋友都叫来一起玩，增加你中奖的几率，最高可分得15万元奖金。若参战人数突破10000人，下次每级奖金升级到20万元。今晚九点等你一起来玩。今晚动脑 A 参战人数8727人，成功过五关的有24人，每位各获6250元。苹果日报宣布好消息，只要当日同时答题人数破10000，下一集开始每集奖金加码到20万元。赶快楼顶揪楼下，错边揪隔壁，阿母揪阿爸，阿公揪阿妈，朋友揪亲戚，坐火来玩动脑 A。高嘉瑜之前就曾来到苹果日报总部挑战动脑 A， 先体验过玩家的整套流程，这回则变身主考官代表动脑 A 出题。当时他参赛可是发挥他台大出身的学霸级专注力，看影片时勤做笔记，写字不但速度快还很工整，但思考太久来不及作答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做笔记，而且要快速回答，不要中到他负责。注册动脑 A 快速指南。一、注册为台湾苹果日报 App 会员，若之前已下载，请记得确认已更新至 5.1.4 版本。二、更新后请注意左侧 menu 的动脑 A logo 是否出现，若有即可点选。三、若是首次登入，请选择右侧的注册，请选择注册方式，包括 Facebook 或客家号、账号、手机、email 等，任您挑选。四、例如选择输入手机，即会收到验证码简讯，只要将验证码输入栏位即可进入下一步。五、接下来要请输入姓名、显示名称、性别等资料，以及最重要的，您必须年满18岁才可参加游戏。接着勾选您愿意透过电子邮件及简讯接收最新讯息及大功告成。动脑 A 游戏玩法美指南，独享参与动脑 A。动脑 A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:00直播，游戏直播开始前会透过台湾苹果日报应用程式通知玩家参与游戏。注意别迟到，否则只能观看节目，不能参与挑战。独看影片答题。每晚节目会播放约三分钟影片，前三个问题的答案在影片中，最后两个问题与影片主题相关。独掌握答题速度。每个问题需限时10秒钟内选择正确答案，答案一经选择不可做出更改。独答错问题。
答错或无法于限时内完成问题，便会立即失去获胜资格。但欢迎继续观看节目。读挑战成功，答对所有问题即可均分当即150,000奖金。读奖金如何领取？当个人奖金累积至3000元后，即可决定是否要立即提领现金。当决定提领现金后，必须填写身份证字号、银行账号、联络方式等资讯，后续会由客服人员与您联络汇款事宜。海外的读者若要赢取奖金，必须有台湾银行账户。若奖金超过30,000元，需亲至本公司领取，同时完成以下流程：一、拍照宣传之用；二、出示身份证奖金签收；三、若违反游戏规则者，事后追究法律责任。读奖金会被取消吗？我们尊重且保护所有获奖者的权利，但若发现有骇客或采用非正常方法答题显示公平者，主办单位有权利取消其获奖资格。还有问题，请参阅常见问题或联系 email。dollar.r@appledialy.com.tw 动脑 A Q&A Q's 动脑 A 是什么？读动脑 A 是台湾苹果日报主办的手机直播 Money Game， 答五题分150,000，即时互动游戏节目，只要年满18岁，且已在台湾苹果日报 App 应用程式登记为一会员，即可在台湾苹果日报 App 参加游戏。Q's 动脑 A 游戏在何时举行？读动脑 A 游戏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晚上9点，若遇台风停班课或国定假日即暂停一次，游戏开始前会发送推播通知玩家登入。Q's 动脑 A 的玩法为何？读每天游戏都会播出一则主题影片，影片结束后主持人提问5个复选题，每题限时10秒作答，全部答对者即可获得奖金，若答错或未于10秒内作答，即自动丧失回答其他问题的机会，也无法获得奖金。Q's 是否只限台湾人玩？读动脑 A 只限中华民国籍人士参加，台湾苹果日报员工及家属不得参加。Q's 动脑 A 的奖金如何计算？读每晚动脑 A 送出总奖金为新台币150,000元，由当即答对游戏者总人数均分150,000元奖金。例如当晚有10人答对5题，每人即可分得15,000元，若有100人答对，每人即可分得1500元，依次类推。 Q's 如何提领奖金？游戏中会及时显示玩家获得的奖金，以台币计算。当个人奖金累积至3000元后，即可决定是否要立即提领现金。当决定提领现金后，必须填写身份证字号、银行账号、联络方式等资讯，后续会由客服人员与您联络汇款事宜。海外的读者若要赢取奖金，必须有台湾银行账户。
若奖金超过3万元，需亲至本公司领取，同时完成以下流程：一、拍照宣传之用；二、出示身份证奖金签收；三、若违反游戏规则者，事后追究法律责任。Qs 参与玩家需要付费吗？Doom 完全免费，但必须先到台湾苹果日报 App 登记成为一会员。若尚未下载 App 的玩家，可到 App Store 是用 iPhone 或 Google Play 是用 Android 手机免费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， 并登记成为一会员后即可参加。但请玩家留意，参加动脑 A 直播互动游戏需要连线上网。若玩家未使用 Vivo 连线，一个人使用的电信资费方案不同，电信商可能收取上网流量费用。Qs 玩家领到的奖金需要缴税吗？独一中华民国税法规定，对同一所得人全免给付中奖赠品或奖金价值1000以下者，并得免填报免扣缴凭单；超过1001元者，本公司将填发扣免缴凭单与中奖人。中奖人于年度报税时必须计入个人所得合并申报。机会中奖之奖项价值超过新台币以下同20韩元以上，需预先扣缴 10% 税额，而本公司将负担扣缴税额部分。举例说明，参赛者得到奖金2万元，则本公司需负担扣缴税额2222，计算如下。实得奖金20%，换算未扣缴税额前金额为22222，扣缴税额为2222%。因此，个人实领奖金2万，本公司将填发扣免缴凭单给于此参赛者。得奖金20，所得额为22222。扣缴税额为2222，净付为20。又如参赛者得到奖金25，则本公司将填发扣免缴凭单给此参赛者。得奖金25，所得额27778，扣缴税额2778，净付为25。以此类推。付款将采汇款方式，将直接汇到参赛者所提供的金融账户。Qs 动脑 A 有游戏人数上限吗？独每晚参加游戏人数有上限限制，一登入时间早晚，超过上限者即无法参加游戏。Qs 我登入动脑 A 时显示已超过玩家人数上限，请稍后再试，怎么办？独动脑 A 游戏设有参加人数上限，一登入时间早晚，额满即无法再登入，建议可以稍后再试，但若登入时已开始进行问答，且未能答对第一题者，将被视为失去获胜资格，不能参与之后的问答游戏，但依然欢迎玩家收看。Qs 为什么我只能收看不能参加游戏？ Doom 玩家在第一条问题作答限时完结后才进入游戏，若答错任何一条问题后，将被视为失去获胜资格，不能参与之后的问答游戏，但依然欢迎玩家收看。Qs 我无法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载动脑 A， 可以怎样做？
读动脑 A 是欲在台湾苹果日报500或以上版本应用程式内，玩家可于 App Store 是用 iPhone 和 Google Play 是用 Android 手机免费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， 登记成为一会员后即可参加。要参与动脑 A 或动游戏节目，您的手机版本需要 Operating System 11 Android 7或以上版本，若未更新操作系统即无法使用，请留意最新版本资讯。 Qs 收看直播时遇上困难应该怎样做？读我们首先请检查网络连线是否正常，第二，请检查台湾苹果日报 App 是否为最新版本500或以上版本。第三，请确认作业系统是否已升级至所需版本 Operating System 11 Android 7或以上版本。第四，可尝试重新登入游戏，但请注意在重新登入后，如果第一条问题作答显示已经结束，则将被视为失去获胜资格，不能参与之后的问答游戏，但依然欢迎玩家收看。 Qs 要如何才能设定年龄？Doom 玩家必须年满18岁才可以参与动脑 A， 可到台湾苹果日报 App 点选左侧目录下方的个人资料输入或更新，然后点按更新个人资料即可。 Qs 要如何变更用户名称？只要到台湾苹果日报 App 点选左侧目录下方的个人资料，点选编辑用户名称即可更新个人资料。 Qs 如何更改密码？只要到台湾苹果日报 App 点选左侧目录下方的个人资料，点按更改密码即可更新密码。 Qs 若奖金累积至最后一集结束仍未累积超过3000元该怎么办？游戏最后一集结束后将由客服人员与您联络，以确认后续领取奖金事宜。Qs 奖金会被取消吗？我们尊重且保护所有获奖者的权利，但若发现有骇客或采用非正常方法答题显示公平者，主办单位有权利取消其获奖资格。Qs 若领取奖金或有任何相关问题该怎么办？您可以与动脑 A 的客服 $@appledily.com.tw 联络，我们很乐意为您解决问题。Qs 我想提出建议或是意见回馈，可以联络谁？我们很愿意聆听您的意见，请与动脑 A 客服 $@appledily.com.tw 联络。Qs 我可以向谁查询合作事宜？请与动脑 A 客服 $@appledily.com.tw 联络。Qs 若有其他问题，如果您对游戏有任何疑问，请与动脑 A 客服 $@appledily.com.tw 联络。